立正，站立，站坐。各位学员，大家较早。有变更吼，本来课程安排是叫我下晡点半开始讲这个台湾民政府甲国际的关系安尼。因为咱台湾海防咱的台长吼、蔡明峰先生讲要做录影，伊下晡有时间，所以我先用一点钟的时间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这个问题，台湾民政府的国际关系，都要对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关。台湾国际地位是安怎？就甲咱的国际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安尼。我要来讲台湾的国际地位，伫啥物时阵来做决定？就是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2年4月2日生效。伫这个进程，伫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讲要来投降的时阵，一直到1952年的4月2日，总共6年外要到7年的时间。这中间有真济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啊，伊的主张渐渐来做实现。杜勒斯是一个职业外交官，甲吉田茂同款。因为第一遍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巴黎和会，因拢各自代表美国甲日本的外交官参加这个巴黎和会。这个杜勒斯啊，伊本身伊个老爸名是外交官，迄个时代，伫1945年，迄个时代，都有两个个力量咧影响伊个观念。第一个力量是十九世纪欧战中间呐，对1830年以后，就是迄个拿破仑时代结束以后个，整个欧洲个秩序，欧洲个特殊啊，国际特殊啊。是用什么来建立的？是一个叫做结构均衡理论 （Structural Balance Theory）。国家国中间，各国限制国家的复杂的中间，有一个叫做结构均衡的迄个理论。结构均衡理论讲起来是足简单，就是讲，那是我的敌人哦，伊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说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听无？说起来是很简单，这就是结构均衡主义，伊所主张的啦。杜勒斯也受这个影响啊，伊伫要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前啊，伊已经改变因过去伊征服日本了，伊就认为讲应该爱甲日本变作美国的朋友。不是敌人，因为安怎？因为一个新兴的势力一直在产生，就是苏联、共产党、甲中国共产党。因为苏联共产党、甲中国共产党一直要啥？一直要买种资本主义社会啊！一直要进行一个世界革命啊！所以，正正伫迄个1946年的时呐，麦卡锡啊！伊当选，伊是威斯康辛的迄个参议员啊。当选参议员的时啊，伊伫参会主张讲，美国一定要坚强的反对共产党对美国的迫害，所以有马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就是讲，所有的政府的官员、议员，拢要忠实来爱这个美国这个国土，袂使有沾染到这个啥。渐渐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观念，所以真坚强的这个反共的迄款的反共的这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个观念存在。拄好，杜勒斯来接掌这个国务卿这个职务的时阵啊，也是这个1946年
这个麦卡锡主义，一直到1959年中间，哦，美国如火如荼咧进行麦卡锡主义，咧反对共产主义伫美国这个社会来产生，所以啊，非常坚强的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观念，都和美国家讲，伊若要反对苏联甲中国共产党伫世界革命，一定要甲日本变成一个真好的战友，唔是敌人啦、啊，哦。所以，都恰恰这两个理论、这两个观念嘛，就对整个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迄个草案呐、啊，就足大的修改。修改甲讲，哦，日本干那放弃对台澎的主权，并无指定讲要予任何多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台湾的地位就确定伫迄个所在，要伫日本天皇的手中，但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安尼。啊，来，将来再阁看未来，看要安那由联合国哦，联合国当然是1946年才产生的嘛。美国打败日本占有台湾的时是1945年，啊，联合国1946年10月2日才第一遍开大会啊。哦，安尼时，所以咱才看得出讲，美国会当拒绝联合国对台湾的处分哦，但是伊杜鲁斯嘛讲讲暂定的时哦，哦。嘛，唔是讲将来联合国袂当介入，但是联合国爱根据国际规定吼、哦、来解决台湾地位的问题啦，吼、哦。所以这中间啊，都咱台湾这个土地并无指定讲要交予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国安尼。啊，1999年甲2004年中间，咱的何顾问吼 Richard Hussell。伊经过4-5年的研究，写一篇文章，伫这个哈佛亚洲季刊 （Harvard Asia Quarterly） 哦，阮做学术研究的人吼，真重视这个 Quarterly 季刊的这个刊登的文章吼。伊这篇文章是咧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对台湾甲澎湖处分的论辩吼，英文名叫做 Understanding。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sposition of Formosa and the Piscadores 这样子、哦、这篇文章等等等的、哦欸、翻开12页，但是文字很密密麻麻、哦、他把这个台湾的地位、哦、根据国际法、战争法、军事战略法、哦、来做一个很详细的分析，所以、哦、他就说在1945年的9月7日一直到现处时中间，台湾是一个暂定的状态，台湾的地位是一个暂定的状态，就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下之下，所以讲军事占领并无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就已经结束，军事占领是一直延续到有一天民政府成立、民政府接手军事占领再来做结束，吼、哦，所以有一个图叫做 A 点。B 点、C 点到 D 点，哦，这里简单一条顺时间的脉络，哦，脉络就是讲 A 点开始，战争结束，哦，9月7日，哦，麦克阿瑟，爱蒋介石来这里台湾接受这个投降，哦，啊，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迄、那个时点并无因为安尼就军事战乱就结束。当然，咱知影，即摆就是代理人尔尔，叫代理人角色。真正的主要的占领权就是美国啊，主要的这个来进行占领日本的土地就是麦克阿瑟吼、哦、啊，所以代理人甲阵也未结束，过来头先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这就是美点。过来西点就是讲民政府成立了，接政权，甲迄个军事战乱结束了，接政权，这是西点。在这款了，迄、那个美国军事政府离开台湾的时候，哦，也是讲结束伊的占领的时候，这是 D 点，哦，所以咱现时是吼，佮呾 C 点要袂时间要袂真确定，哦，啊 D 点还佫伫 C 点的后边安尼，所以伊是讲 A 点到 C 点呐、啊，是一个暂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现时是咱的国际地位要是伫暂定的状态安尼，啊，这暂定的状态中间呐、啊，对1945年9月7日，也是讲8月15日以后，佮即阵。到底发生什么代志？
国际上发生什么事，关于咱台湾朋友这个国际地位甲国际关发生什么代志。第一件事就是讲，1950年的时候，6月25日发生韩战，6月27日杜鲁门宣言，有一个杜鲁门宣言哈、哦，就是伊讲台湾地位未定啦，必须等甲太平洋地区伊的安全重建、和平重建，对峙的和平问题已经解决哦。迄个是将来经过联合国的考量，再来做一个决定哦。这是杜鲁门宣言。过来，1952年4月28日，就是咱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内底干来规定第二条 B 规定讲，日本干来放弃台湾的哦，甲平和的地理权啦哦。咱秘书长跟你讲讲，就Japan renounces 什么物件 ？Right。哦 ，all right， 但是无加 s，all right， 过来 title 无加 s，and claims 嘛无加 s， 哦，就是讲干那地理权放弃了呀，并无规定何进入多一个国家，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23条安尼讲哦，过来就讲一直到1972年2月28日，哦，当然1972年2月28日是上海公布，上海公布的时候，美国。按照咱秘书长的研究内底，咱迄本新讨论内底写足清楚，美国方面就凊彩写一个文书回讲，我美国得知 acknowledge 两岸中国人都希望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中国，两岸中国人哦，拢无讲台湾两岸中国人哈，过来1979年印度。建交嘛，中美建交，所以有一个中美建交公布吼。中美建交公布三点要点，第一点，伊讲吼，美国承认 PRC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第二点，美国要终止甲中华民国 ROC 正式的政治关系，但是要保留伊的经济甲文化的交流。第三点，伊讲吼，美国甲中国。双方哦，要确认哦，要同意讲降低国际冲突，避免伫亚太地区有这款的霸权的三星，哦，有霸权的三星，这是迄个中美建交公报的要点。过来到1979年4月30日的时候，就拟定这个 TRA 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内底强调什么物件？哦，台湾关系是美国的国内法，哦，内底讲。任何对台湾地区非和平手段的行动，拢是危害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威胁。吼、哦，美国将以迄个严重的关切，安尼，这是1979年哦，台湾关系法安尼，对1979年1月7日开始生效。过来就是1982年7月14日的时候，雷根的六大保证 （Six Assurances）、哦伊讲第一点，伊讲吼，美国无设定对俄罗斯军售的迄个结束的日期，当时要结束对俄罗斯的军售无确定。第二点讲吼，美国未讲因为吼要对俄罗斯对中华民国有军售这个物件去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协商，我免甲你协商，甲你无关系吼。第三点就是讲吼，美国无介入 PRC 甲俄罗斯的任何。调解，因要协商，就是讲中华民国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讲啥问题，我拢无要介入啦。哦，你要去协调恁的两边中国人的统一的代志，迄恁的代志，恁去讲，我拢无要介入协调。哦，第四点是讲哦，美国绝对无要修改 TRA 啊，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我绝对无要做任何修改。哦，第五点是讲哦，即摆来讲台湾哦，美国对台湾即摆讲。文字用台湾，头前拢讲 PRC 甲 ROC， 即要讲台湾哦。美国对台湾的主权未改变任何立场。喂，这里是啥呢？伊讲重塑共产呢？美国也是得知 acknowledge 所有两岸中国人拢是啥主张一个 China， 一个中国哦。啊，我嘛得知讲恁主张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安尼哦。我美国未甲你挑战你这个德资，未甲你迄、那个你迄个主张，你的主张我肯甲你知影，我未甲你挑战你的主张啦。哦，我干了德资尔，吼、哦，干了德资尔，吼、哦。啊，所以吼、哦，伫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头、中国迄边头，甲台湾的统派哦，拢讲美国已经认为讲哦，即台湾是中华一部分，即无迄个事实，吼、哦，无迄事实，因为遐头前拢讲讲俄罗斯，俄罗斯哦，对俄罗斯的军售无限定日期哦。啊，对俄罗斯的军售，唔免去问你 PRC 的意见。啊，你俄罗斯甲 PRC 要做任何迄个谈判协调，我拢无要介入，吼、哦。啊，我无要修改台湾关系法。啊，但是我对台湾主权的问题无改变立场。安尼，第二点伊讲啥呢？伊就来讲啊，讲美国绝对袂逼输台湾甲 China， 甲中 China 即来另个 China， 这就是讲俄罗斯即个 PRC 的概念。进行任何谈判，你看讲啊足清楚，伊甲俄罗斯、PRC 甲台湾挂甲足清楚的，哦，唔是像咱台湾诶，即个通派即学者安尼讲的，甲咱抹平讲，哇，已经吼、哦、美国拢承认啊，哦，拢同意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无迄个代志，哦，伊伫即个六大保证嘛，佮重申，哦，台湾是台湾，俄罗斯是俄罗斯 ，PRC 是 PRC， 哈、哦，过来你佮看，1987年8月17日的新德。八一七公报，所以联合六大保证是为这个八一七公报进行伊所讲的吼。八一七公报继续讲讲，嘛是三种重点。第一重点讲，重申美中两国伫经济文化哦，中国甲美国伫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甲技术方面增加交流哦。过来重申吼，前两个公报对上海公报甲中美建交公报哦，关于台湾问题主张。再讲一次，我得知你讲台湾是你一部分，我得知而已。再来第三个讲，美国讲美国方面要渐渐减少对台湾的军售，吼、哦、安尼。再来1992年啊，就是九二共识。这九二共识是迄个时阵是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因为1992年12月、11月时，咱的海基会要甲海协会吼、哦，要伫香港这边的会谈，啊发表一个文件。因就讲中国，哦，美中国中国国拢这边讲，中国干那一日，迄就是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哦，伊是做这个主张。但对方刚开会时阵讲，中国一日，中华干那一日尔，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啊，然后伊讲统一，那讲两岸统一的时候，台湾会当变作一个特别行政区，迄就叫做九二共识个一中各表。但咱即个有个人咧否认，按呢迄当阵吼，假设迄当阵咱看行政院的陆委会啊，吼、哦、吼，迄、哦那个咱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陆委会啊，有开一个会，迄、那个会叫做国家发展会议。迄当阵啊，关于海峡两岸关系共识是安尼写的，吼、哦、啊，但李登辉后来伊就否认了吼、哦，啊，所以讲迄个国统纲领哈、啊，国统纲领吼、啊，内底嘛拢有讲，所以吼、哦。这是中华民国主张，甲咱台湾民政府完全无关的，咱绝对甲否认掉吼。这是九二共识。过来，1998年，克林顿讲啥 ？Three No Policy 吼、哦，就讲第一个 No 就讲台湾袂当入去联合国，用 No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aiwan。No seat S E A T 就是席位啦吼，无、哦、席位和。台湾入去迄个 UN 就是迄个联合国哈。第二个 No 就讲 No to China Policy， 没有两个中国政策。我袂绝对袂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所以 No to China 哈，无 to China， 无两个中国政策。第三点是讲吼 ，No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无台湾独立的问题啊。所以咱看台独运动吼。听到最后是无多，佮讲落去就是这个缺点。所以我来做简单的一个论述，对讲，也是讲要来那像代理结论咁款。哦，这部分我希望讲会当较做较详细的说明。咱台湾民政府佮国际的关系是安怎？哦，台湾民政府的三星是对头先我讲这篇文章来始。哦，2004年6月。2004年6月是 June 2004，顶出来进前，稍微是2003年年底，这个稿就投出去啊。投稿了一定要上信，上信了一定要修改，修改了一定要 hold，
哦，因为这篇文章足重要，所以这篇文章是给定到啥？哈佛亚洲季刊的第一篇，每一期出来学术界迄个论文哦，迄、那个严谨的论文定出来先，迄个刊物内底第一篇，会使讲代表讲迄个论述内底，迄作者篇内底第一篇是上重要的，哦，会使讲。是介重要的一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是破天荒的，吼、哦、啊！所以哈佛亚洲期刊在定第第一页开始，一到十二页定这篇文章，吼、哦、啊！这篇文章定出来进程就要进行将近四档较低的研究，收集足侪资料的，真完整的资料。啊，这里 Richard Hussell 伊写这篇文章，拄开头的时候，伊讲吼。所有过去有关台湾地位的论述，汗牛充栋，几啊万篇、几千篇，但是看来看去，无一篇讲到要点。敢若当时有讲到要点，敢若伫两千年同款六月，两千年六月，伫哈佛亚洲期刊内底，几啊篇文章咧讲台湾的有关台湾的问题。比较上有足详细资料，但是伫结论内底嘛讲了无虾米正确，所以伊讲我这篇就是包括对1800年以后，一直到1900年的尾期，1800年的初年开始，一直到1900年的年底开始，年底以前，哦，2000年以前，对，有200年中间的战争的历史。战争的规定，战争有关战争的国际法安怎讲？有关战争的这个法律吼，啊个人权安怎讲？甲这资料拢收集200年中间，这资料拢收集过来，然后关于台湾的问题过来看美国的这个过去有关于占领区以及寡宪法法庭的判例，安尼来甲综合起来。来看台湾地位究竟是安怎？究竟是安怎？所以伊第一个画着一个足简单的 model， 这个 model 讲 A、B、C、D 这四点。伊看古巴安那决定伊的独立，波罗尼克安那甲即阵要是一个啥？要是海外未合并领土，关岛啥？类似这款的物件，伊该综合出来做一个 model 出来。这个 model 是讲台湾爱遵循的一个方向，哦。真确定，啊来讲，台湾到目前要是一个暂定状态，要是一个美国占领区，要是一个美国海外未合并的领土。但是主权呢？主权这个问题，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有讲起，敢若讲财产，无讲到主权。主权的物件，咱秘书长佫甲补充起来讲，主权要掌握伫。日本天皇的手中，所以美国甲咱讲，我都无主权啊，就是伫这个所在，哦，所以啊，这个这篇文章是石破天惊啦，哦，啊，这篇文章我根据我所听到的，就讲这篇文章出来了，咱台湾一挂政界的大人物拢请何瑞仁食饭，包括李登辉的翁仔某，哦啊，郭宽敏翁仔某。拢分别有几啊遍，拢来邀请咱的何瑞仁夫妇，吼、哦，全规家伙啊去食饭，啊，然后把伊的观点推荐予新闻界，啊，是台湾的政界。但是后来我听何瑞仁夫人甲我讲，啊，这人敢若请食饭请嘞吼，啊，都无下文啊，都无下文啊，敢若像有下文。啊！那林志升博士，佮伊做伙研究了，就讲安尼好，啊来告美国政府开始有行动。敢若一个人有行动尔啦，这对咱的秘书长林志升博士。所以何瑞仁伊感觉讲非常 exciting， 伊甲讲伊做这个代志非常有意义，来甲林志升博士来合作，哦，开始伫2006年。10月24
2006年的10月20日迄天，向美国提出告诉，告美国政府讲，因为你为了你个人反共的利益，来牺牲着本土台湾人60年来的人权甲幸福，所以你一定爱甲阮做相当相当的补偿，吼、哦。啊，然后初心了，咱林秘书长就开始组成一个6个政党甲一个人民团体，拢总共有7个咱台湾本土的人民团体，来共同组织台湾民政府伫2008年的2月7日，安尼。所以咱这个整个过程甲这当中，我简单来讲，咱这几年做啥物代志，吼、哦。2008年2月7日，民政府来成立。2010年，甲十年吼，因2010年的时阵啊，2009年，咱知影经过的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的结论就出来啊，讲台湾伫台湾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一点，伊判决的要点，第一点对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诶，咱无政府啊。哦，过来，本土台湾人伫即美国甲中国60几年来中间的即个混淆之中啊，混淆之中啊，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哦，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伊咧斗争嘛，伊咧反共啊，哦，即、這个混乱中间啊，哦，咱互咱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之中，当然就是即政治联合，就是占领的代理人中华民国即个体制，是一个政治联合，咱所有本土台湾人拢生活伫即个政治联合中间啊。第四点讲。美国的行政单位，有关的行政单位，有义务爱为本土的台湾人，这个人权来个实现伊应该得到的迄个人权的权利安尼。就讲、是、行政单位，美国的行政单位有义务爱来达成原告228原告，林志升以外要228人本土的台湾人的代表。这些原告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说台湾要自治，要建国、啊、这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在2009年就得到这个结论，在等什么？等2010年的10月，还是、2009年的10月7日，最后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的审查，他对那个高等法院的书面审查的结论啊，那书面审查，伊结论真简单，伊讲来改搁置。而且有足明白甲咱讲，讲迄顶那的意思，唔是讲甲你驳回。所谓驳回，是应该对顶法呢，还是讲高等法呢？佫重审啊？结果唔是叫伊佫重审，唔是驳回意思，伊是讲。有几百件或者是几千件的案件，一年内底，我最高法院、哦、最高法院要甲你审查的时阵，我会当选案、选案，一年只选150案做详细的审查。你这个案是政治问题，都要等下讲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司法才来做宣判。所以是甲你搁置伫些所在。当这个搁置的顶那的意思。发表出来了，台湾的报纸、媒体拢讲啊，林志升告输去啊，要驳回啊，无迄个代志。那驳回是叫高等法院去重审啊，并无叫伊去重审啊，是甲你搁置尔尔。等甲讲政治问题解决，咱最高法院才甲你宣判安尼，哦，迄是个意思。所以啊，咱得到这个搁置的这个消息，咱就开始加紧动作。都开始，美国国门要求咱啥？爱参加5都的选举，
甚至爱参加2012年的总统选举。所以伫11月7日，9月7日啦，伫9月7日迄个时阵，也是我会记得是11月7日，也是9月7日吼。咱来组织一个法律建国党，法律建国党。我无记唔对是9月7日的款，组织一个，也是迄当阵有一个会议，然后伫11月7日时吼，组织一个法律建国党。啊，迄阵就推选有60个。这个党员参加，啊来投票推选咱的陈仲谋法律建国会的迄个会长，担任法律建国党、法律建国党的主席啊呢，吼、哦，啊所以迄当阵，咱的美国国媒也是感觉讲，嗯，可能恁原来爱参加中华民国体制的选举，所以唔只讲建议咱来设。法律建国党，但是咱一直甲讲无需要。我林志升一直爱我讲去参选台中市长，哦啊，我甲讲吼无通呢。咱就反对中华民国体制啊，爱甲美国讲绝对袂使参加伊个选举，咱爱甲抵制伊个选举。我感觉讲台湾独立运动伫美国海外搬转来台湾的时候，伊若当伫迄当阵开始抵制中华民国任何选举。今日伊就大买啊，结果伊唔对去啊！伊回来时足热衷去参加选举，伫1992年、91年回来时足热心去参加1994年的省长啦，吼、哦，啊个即个咱的立法委员的选举，1993、1994遐选举，足热心参加立委啦，吼、哦，啊个省长甲市长的选举啦，吼、哦，啊结果。行到唔对路去啊，行唔对路去啊，所以真可惜。咱来看吼，咱伫2009年拒绝参加任何选举，我甲偌济讲，你反映，甲美国国民反映，绝对唔通去参加。我若要参加台中市的选举，会使啊，真简单，我唔免开钱啊，我著到处去演讲，你去宣达咱的法律建国会的论述，宣达咱的联合论述。啊，然后我个人嘛会当得到名声，嘛真清啊。但是讲迄毋是重要诶，迄对个人来讲，个人的名跟利都不是重要。台湾永永远远的幸福，子子孙孙永永远远的幸福，这是咱上重要的工作。我既然咱否定中华民国体制，咱就绝对袂使参加伊选举，所以该反映真清楚。等到当时的时候，等到。今年年头开始，不管是美国的国防部、CIA、国安会，或是即个国媒，拢无搁再讲起讲恁都爱参加选举啊。甲去年要咧讲可能爱参加总统选举哦。哦，去年咧讲爱参加即个五都的选举哦。去年啦吼，去年五都选举嘛，要咧讲哦。甲今年年头开始。迄四个单位哦，美国迄四个单位，无爱阁讲，甚至甲今年七月的时，6、7月的时，咱蔡明华伫美国转来，副主席，咱蔡明华副主席从 LA 从洛杉矶回来，慎重甲大家报告，美国官方跟他 touch， 甲伊讲讲，用任何可能的手腕停止2012年的选举，你看，迄改变有够大无？2009年准叫咱讲准备爱选举，2010年一直讲叫咱参加五都选举，甲2011年年头甲即阵已经要一冬啊，甲咱讲唔免参加个选举，恁是对的，恁是正确的，伊说你的选举是正确的，安尼，所以咱的进展足紧，咱对2010年4月25日开一个法律建国会全球代表大会。哦，人民主义的代表。伫7月7日，去年2010年7月7日，咱主义代表处挂牌，地址是1250 Connecticut Avenue Northwest 西北区，华盛顿 DC。哦，康乃狄克大道1250号。哦，
迄、那个地址较真了得咧吼。过来，伫2010年九月七八，咱主义代表处成立的酒会，咱在即咱郭牧师甲我啊，咱郑老师吼，即、哦、少年人叫阿公，拢去参加即个盛大的酒会安尼。吼、哦、啊，酒会了，我等下甲阮太太报告。看起来有升级的款咯。哦，阮太太嘛足关心的。阮太太本来是一个政治的白痴，哦，真单纯的读册人。30年前到我结婚的时候，要戆骂嘛，甲我讲啥呢？讲伊嘛去慈湖呢，讲去慈湖创啥？哦，啊人咧哭干咧，我嘛对伊哭干咧。讲你笑，你笑破人个嘴。你若讲死，你都无哭啊！你哭我迄款来杀杀人魔王啊！我来甲骂呢。哎，我讲你后摆搁讲遮吼，甲你掰。结果啊，阮一群朋友，那做伙拢咧讲政治，伊耳濡目染之下，伊毋是戆人啊，伊开始改变，开始改变。哦，较早拢国民党个，你知？开始改变哦，到尾也是2003年就被政府做秘书，做顾问过来，换做秘书。5年外吼，啊，伊就足了解，足彻底了解。所以我喺美国倒来吼，拢甲报告，甲报告，看起来有一个型哦，吼、哦。真赞哦！我真，我来安尼甲讲，九月七八，哦，过来，11月7日，旧年2010年11月6日，咱伫美国方面的指导之下，咱就来成立内阁啦，来内阁来过就对了吼、哦。啊，小弟不在，秘书长刚才一直希望讲我会当。内阁总理大臣这个位置，啊，实在是能力足有限的，后摆拜托大家来甲斗三工。我甲你吼，足惊吓，那像我要去做财政局长时，嘛困未起呢，烦恼甲困未，哎呦，我都毋捌做过官呢，忽然讲要去做官呢，嘛足惊吓呢。啊，好个在我伫美国读册时，拢专攻财政呢吼，啊去做了三工尔都，我这都简单啊呐，哦，啊这文章啊，迄公文看起来拢足简单，足好了解，吼、哦、啊要批下公文，拢足简单啊呢。啊，所以就较有信心。啊，即摆也有足无信心的，吼、哦，讲话也有准，吼、哦，啊，所以请大家要指导呢。啊，过来，咱今年2月7日，足紧的哦。内阁成立了，爱创啥？爱有一个参议会啊，爱有一民意机关啊。哦，那么赶紧，赶紧，哦，较紧找41名的参议员，吼、哦，啊，然后开报喜美国，啊，就开会啊。咱张文念参议长，足感谢伊。那不是伊起来挑大梁，煞无法度组成，哎，才能呢，大家甲啊娱乐一下，哎，没错，哎，哦，啊，参议会怎啊成完成？然后重点伫倒，咱伫九月七日顿来开始啥？草拟公民权利法案，草拟公民权利法案经过3个月，阮10个人一礼拜开2届会、3届会，安尼认真开会。甲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做足详细讨论、修改，哦，修改了，到尾啊，美国方面讲 OK， 安尼使哩啊，啊，然后才伫2月7日开会通过公民权利法案，吼、哦，啊，所以这份文件是非常重要，哦，过来咱伫今年7月23日，咱都有迄个司法大臣的任命，咱林永成是第一任司法大臣，有来无？哎，林永成，吼、哦，哎，大家甲娱乐一下，吼、哦，哎。这足重要啊！因为这咱表示啥？咱行政、立法、司法，拢伫这个这几个月内底，甲完成起来、建立起来，吼、哦，建立这个体制。啊，咱地方政府方面呢，那么已经伫高雄州伫6月27日成立，啊，台中州伫9月18日成立，吼、哦，啊，阮中央拢有派人去甲参加，啊，甲迄落。然后未来上重要重头戏，就是12月。第三，咱要日本的靖国神社来个参礼，因为内底有39,100个，39,100个，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因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牺牲，由日本人家奉台伫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咱到目前为止，咱要无真大的参礼团去给参拜，这是不对的。所以咱就要组织一个参礼团，伫12月23日迄天要去甲伊参礼，安尼吼。啊，所以咱来看咱民政府到即个位置，会使讲一步一步咧走向咱的目标去啊。咱甲看讲，
是安那咱会当安尼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然后中华民国对咱拿我们无可奈何，应该是足怨叹的吼。安尼讲咧，因为咱经过这几年的论述、法理论述，各位各位国的心哦，已经确定台湾甲中国完全无关的残无到最无后，对1895年以后，伊就是放弃啊，完全永久挂乎日本。所以咱叫法律上啥，台湾是属日本的日属。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咱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哦，这是咱目前的足明显的地位，主权要伫日本天皇手中。啊，事实上安怎呢？事实上，现此时由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代理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中，安尼尔尔。哦，这是这个咱的这个现此时的国际地位甲国际关系是安尼。所以咱也知影讲，联合论述。在这几年来底，摆渡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取得主权的主张，你的主张完全不合法。咱台湾民政府才是台湾唯一合法的政府，然后中华民国政府是无合法的，不应该继续存在。吼、哦，过来，咱民政府设立以后，伫2008年一月初二开始。就甲美国、甲日本有来做密切的这个交流，别甲日本今年的交流速度非常快速，4-5回啊，有日本人3-4回来遮来接受咱林志升的上课，3天啊5天，啊，等于去甲外交部因的外务省去甲报告，吼、哦，然后外务省真积极，吼、哦，顶个月佫派2个。长官来甲咱见面来谈判安尼吼，所以这个交流哪来哪快速吼、哦，所以咱根据这个头先讲的结构均衡主义 （structural balance theory） 吼、哦，咱爱怎讲？咱是日苏美占，所以日本甲美国的朋友是咱民政府的朋友，伫外交上。日本甲美国的敌人，就是咱民政府的敌人，哦，安尼较看。所以哦 ，PRC 对中国企图要并吞台湾 ，ROC 对中华民国企图要霸占台湾，要继续霸占台湾，这是无可能的。咱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提高警觉，拒绝 ROC， 拒绝 PRC， 哦。所以啊，咱这要变啊，尽量。故意来提告诉，爱美国来阻止2010年的总统选举，哦，咱来立处啥？俄罗斯啊，甲美国甲俄罗斯对台湾该压出去，哦，结束军事占领，结束伊的军事占领代理人的角色，早日等于金门马祖，或者是南京、北京，哦，去甲中国统一。所以咱台湾民政府责任非常重大，咱台湾民政府将带领本土台湾人以万国公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等等甲人权公约吼，那像海基人权公约、日内瓦人权公约各种遮法律规定、国际规定来处理咱的主体权。咱处理主体权以后，好好来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好好来建设台湾，和咱台湾的政治特殊、社会特殊、经济特殊，拢来建立起来了，咱再来建立一个东方的净土，比西方的水师要较美丽的东方净土，这是咱整个咱民政府的目标，嘛是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台湾同胞、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要有这個了解，要有这個警觉，然后要用心来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啊，讲到这个所在，咱所有台湾民政府的这长官，知啊，也是昨暝，咱参秘书长咧座谈的时阵，伊嘛感觉足感心的。
所有台民政府这成员，咱这长官，个个拢是爱台湾，个个拢非常清廉，嘛是足同意啥物？只要那贪污，就枪杀一路；只要那犯罪，就鞭刑。所以，咱希望将来社会是一个真和谐的社会，有一个社区共同体的观念，每一个人爱别人，那就爱家己；爱惜别人的性命，爱惜别人的财产，那就爱家己的性命跟财产同款。爱讲保守，爱尊重对方，袂使干来讲为了个人来欺骗、来压迫、来欺负其他的人。咱要恢复过去。那像昨昨日秘书长咧讲的讲，咱伫1945年8月15日，甲10月25日，这个70天中间，无政府、无警察，咱的社会秩序还是真和平，无人犯罪，无人做歹代志。那像今年3月1日，日本咱的母国、咱的祖国发生津波，发生大地震，迄款的死遐济人的中间。很大的灾难中间，无物件食，无水通啉，但是因咧分这个配给的时，大家拢照特殊排队，袂咧抢物件。咱咧有迄个精神，咱咧恢复台湾的对特殊，甲迄个程度，恢复咱过去1945年建立迄个70天迄个表现。咱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咱毋是政治文化落伍的国家，毋是就中国文化迄款的落伍的国家。咱也家己有尊严，要尊严安那？爱咱个人伫行为中来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来表达出来。所以啊，秘书长会再一个讲讲，所有咱只民政府只首长、长官，个个伊拢感觉足满意，因为大家咱啊，唔是为个人，把名甲利放伫边啊。咱为着啥？为着咱台湾的土地。甲未来的建国，有咱的子孙，现此时，咱伫这个所在认真来拍拼。那么欢迎所有本土台湾人，拢来加入这个团队，加入这个自治建国的这个行列，来共同奋斗。所以咱真欢喜，今仔日有遮济、遮济、遮满遮济咱的同心来听这个演讲，来听这个参加这个演习会，非常感谢。最后祝大家。各位同心学员，啊，咱这里看台湾海外王者，咱本土台湾同乡，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起立！加坐！会到。